沿着台二十七线转向茂林林道，这路上的曲流地形都是经过浊口溪切割出来的。我们顺着曲流的地貌啊，一路向高雄市茂林区最深处卢凯族的多纳部落前进。古南大万你好，我们多纳部落有山黑，这个山黑呢就是紫斑蝶，还有石板屋，还有黑米。我们在每一年的十一月月底的时候，我会举行黑米祭，欢迎全国所有的观众朋友来参加我们的活动，也希望借着这样的祭典来分送我们这个喜悦给全国的观众朋友。